不用这样每天都送我上学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我送你怎么了？我是你哥，快来。哎，晚上吃啥？随便。做完了。你等会儿吃。你要好好学习。咱们家还没有一个大学生。你不能让我们失望啊。出来，出来，你别跟着我了，我现在就去上课了，啊，快走吧。欢乐谷怎么样？欢乐谷多无聊啊！要不然去我朋友开的酒吧吧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你说的都……哎呀，别穿我衣服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酒吧呀？去哪儿呢？帮他说再见。每天这么辛苦，都是为了谁？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咱爸妈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呢？你说话，你回答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哎，你松手，疼！我不要你管我。你不要我管你，那你要谁管？啊？你看看，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咱爸妈吗？你别总拿爸妈压我，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，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。我喜欢跟我的朋友待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我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快乐，至少他能懂我。
你去哪儿？你跟你给我坐，你去哪儿？你给我坐下！我直接跟你，你给我坐，你不能。您稍等啊，您是要寄快递吗？他从来都没想过我的感受，从来都没有。要不今晚就不要回去了，嗯？哦，不不不，我要回家了。回家？不，你现在想起来回家了？放开我，我你哪儿都别想去。啊！住手！
醒了，你怎么了？我想跟您说一下，我妻子病了，我可能得在家照顾她，后面一段时间都不能来上班。谢谢卢总。你谁呀？是你的私人厨师。私人厨师是什么呀？私人厨师就是给你做饭的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就给你做什么。来，早餐。我想吃烤串。现在是早上。嗯。等着。等一下。有啤酒吗？现在喝吗？烤串配啤酒啊。等着。
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不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吗？你知道是结婚纪念日，你让我在这傻等？你不解释，我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，合同不签，他们不让我回来。我拿给你看。合同不要我重要，你别就是合同。你给我，你别弄弄。李萌，李萌，哎，田院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男朋友他生病了，所以近期我就不能去医院上班金姐，金老师，您该化妆了。现在找什么戏呀？下一场是吻戏。什么？吻戏？啊！你找我替身吧，我不接吻戏的。哎，金老师，咱不都商量好了吗？您可以接吻戏的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接吻戏，你没听到吗？来，喝杯咖啡。把我的咖啡给我拿到更衣室。接吻戏，又他妈大爷！起开！好死。
天不考试，全班同学满了成绩。啊！你靠，出去！都是为马考试，考什么试呢？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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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呸！小姑娘，还在生气吗？谁？哎呀，明明几分钟之前在教室见过，怎么现在就不认识我？是你呀，你给我过来！你慢点，你来这里干嘛？你来这里是来羞辱我的吗？别撒手，别撒手！哎呦，不是啊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不好意思啊。你来这里就是来跟我道歉的吗？我才不信呢。也不全是。这不还怕你想我呢吗？你太自恋了吧。不过我还想问问你，这到底是哪里呀？这是哪儿？你猜猜。哎，好好好，这儿不是你学校吗？其实吧，有些时候你稍微学那么点换位思考，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这么说吧，如果说是你的同学在课堂上自私任性，耍小孩脾气，还搞砸了全班的考试，你会不会想弄死他？那可以试试看呢。那要是我的话，他们就完蛋了。对啊。那但是你相信吗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。不烧啊。行，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但是吧，我也不知道说这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区别，只知道在我这个世界，学生啊就应该是与人为善，然后好好学习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要不我们去找老师吧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说呢？去试试吧。啥出来心底？次了，因为你全班同学零分儿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来打个赌好吗？我个人来代替他们考试。如果我考了满分的话，您就让全班同学都过好吗？嗯。你这个鳖孙儿啊！行，你只有30分钟时间。这个鳖孙儿通过了。这样吧，一会儿咱们跟大家吃个饭，就当给你庆祝庆祝。
好吧。好啊，那我先去拿点东西，咱们一边见。好啊。行，一会儿见。一一一。金老师，你这是要你不用说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收工，好吗？一个小时？啊，我本信也没拍呢。跟我去化妆间。Hard times we